哥，今天这个事儿啊，你可得上点心。哎呀，说实话，你今天跟我说这个事儿，我一点都不着急。你不着急，我着急啊。帮妈走了走，你从小把我带大，你都40多了也没给我找个嫂子。今天呢，可是我从众多的候选人当中给你精挑细选的。众多是多少人呢？俩。俩就众多吗？啊，那不就二选一吗？那怎么能是二选一呢？俩都选上了。不不不，有一个没看上你。一会儿就来咱家跟你见面，好好表现啊。行，我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哥，我上次跟你说给你买份保险那个事儿，哎呀，你哥还年轻，这身子骨还硬实呢，光拿钱干啥呀？哎，不是，人家都跟我说了好几回了，别犟了，同意了行吗？行了，你先忙你自己的事儿吧
哎呀，喂，经理，我已经到高先生家楼下了。保险这个事儿，我之前已经跟他弟弟聊得非常好了，就是高先生他自己不太同意。我一会儿好好跟他聊一聊，我指定不能让这单业务跑了。好，你好，您是高哥吧？对，我叫佳佳，来的有点冒昧了。哎呀，佳佳你好，哎，来就来吧，还拿东西，带箱加多宝，认认门儿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我弟弟这眼光够用的。高哥。我之前跟您弟弟联系过了，他说这个事儿还是得征求您的意见。这不嘛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当面跟您好好谈一下。谈谈，敞开谈。人与人之间呢，最重要的就是面对面的沟通。您这么一说，我还挺意外，我还以为您不想谈呢。怎么不想谈呢？当着弟弟的面不好意思。这个事儿啊，得抓紧呢。岁数越大越不好办。大妹子，看你这么年轻，你多大了？我今年33了。哎呀，整整比你大一轮呢。那什么，在你那儿，我这个年纪是不是有点老啊？老啥呀？一点也不老。哥，你这岁数正好，我要找的正好就是你这岁数的男。有时候缘分这个东西挺奇妙的，之前好些人给我介绍我都没去啊，看来就是在这等你呢。这个事你要是同意了哈，以后你甭管大病小病，你养老，你后半辈子我都包了。大妹子，说实话，哥这心里头啊，这么多年就没这么暖和过。大妹子，不想了不想了，那应该的。哥，咱们这事儿就算成了。成了，但是我也没合计，大哥你看你能答应这么痛快，我这上来的时候啥也没带。哎，要不然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下楼上车里取个东西，完了一会儿等我上来咱们就把手续给办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办手续啊？是不是有点着急了？这有啥着急的呀，这玩意儿你早办早踏实嘛。对对，以免夜长梦多，谁再说点闲话啥的啊。那行，你取去吧。哎，好嘞哥，那您稍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等你多长时间都等你。我都等40多年了。喂喂啊，保险的事你哥同意了。什么？我哥同意了。对呀，我现在呢下楼去取合同，完了咱们一会儿就在你哥家签了啊。啊，那行吧，你等我给我哥打个电话。哎，好嘞，我这边有事先挂了。好嘞。哎呀，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奠定了我后半生的幸福。
怎么像做梦似的？哎呀，这喂喂，哥啊，人见着没啊？见着了，聊得挺好啊。你嫂子那人也好，这事成了呀，这就成你嫂子了。行，那啥，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同意买保险了。什么？保险公司？没有啊，没同意啊。那他们说一会儿去家里签合同，这样吧，一会儿要是有人去家里啊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去。行行，那行了。这帮人啊，还骗我弟弟说我同意了。哎呀，你等着一会儿我见着他，我好好教育教育他。这帮人，这第一次见面就到人家家里来，我还有点不好意思。不过他弟弟跟我说呀，他哥这人不错，脾气也好，条件也行，就是长得老点儿。没事，我就喜欢成熟点的。302。哎呀，佳佳回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谁呀？穿的跟孔雀似的。卖保险的，你看我怎么教育他。来了，嗯，哎呀，真是挺显老啊，褶子是不少。你是高哥吧？对。我来之前给你弟弟打过电话了。是，我弟弟跟我说了，但这个事儿啊，他做不了主。对，这事儿还得咱自己拿主意。行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同意。也不是这么说的呀，他咋说的你不用管。来，我问问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40。哼，40，我比你大几岁，那我就多说你两句。你看咱们这个年龄，有些话是不是得实话实说呀？哎呀妈呀，这怎么少说三岁还让他看出来了似的？这什么事儿？我隐瞒是我的不对，但你看也没有必要就因为这点小事就不同意呀。人就应该实话实说，不能够隐瞒。你赶紧走吧，咱俩呀别谈了。咋怎么的就因为这点小事犯啥犯不上，这么小题大做呢？啊，你还不谈了？你不谈拉倒，我还不谈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就你这样你跟神也谈不成，不送。不是，我怎么我就跟谁也谈不成啊？我凭啥我跟谁我就谈不成了啊？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啊！你今天不说明白呀，我不走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你这跟我啥态度啊？就这态度，怎么的？我这进屋到现在，这家让你给我呲的没完没了了，是不是？我忍你半天了，你知道不？啊，你给我说明白咋回事？不是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一会儿我弟弟回来啊，你跟他说吧。是，我可不得等你弟弟回来吗？我好好问问他，还跟我说他哥这人不错，脾气也挺好。就你这样的，你脾气哪好啊？啊，像个炸药包似的！你离我远点吧，你再给我崩了。我脾气好，我得分跟谁？哎，你刚才说这么多，口渴了吧？怎么的呀？来，喝点瓜子来。快请进，快请进，哥，我这东西取回来了，然后咱们一会儿啊就在家里来客人了。啊，一个卖保险的。啥玩意儿？这是你卖保险的？可不是吗？跟我弟弟磨叽好长时间了，完了呢我也不同意，这回骗我弟弟说我同意了，你说的啊？什么人这是？这人咋这样呢？哥，你签没呀？那我能签吗？以后我弟弟回来呀、啊，跟他一对，他肯定懵、啊，累了吧？快快快，歇一会儿，喝块加多宝，我给你拿点水果去啊。你搁这嗑啊，等我弟弟回来的。我可不得等你弟弟吗？跟谁俩？我说，这位大姐，做人得有点自知之明吧？高哥明摆着都拒绝你了，你还赖在这不走，就没意思了吧？
你谁呀？你管我谁呢？我们俩此行的目的是一样的，咱俩唠的是一个事儿。但是刚才高哥已经答应我了，你没戏了。哎呀，我说我这进屋之后黑眼白眼看不上我，这感情是定完人了啊？我不明白了，你哪比我强呢？我比你先来的呀。不怎么的，你这事儿你有先来后到的呀？你是站牌买票了还是咋的呀？啊，我看看这队在哪呢，我也买张票，我排一个。也不全是，还有呢，就是我讲诚信不撒谎，不像某些人不择手段。你还某些人啥呀？这屋就咱俩，你就说我得了呗。我怎么我就不择手段了？三岁两岁的谁能看出来？我今年收拾的不年轻吗？什么三岁两岁的？哎，停！不是你俩怎么还吵起来了呢？跟你没有关系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已经不是你跟我之间的事了，是我跟他，知道不？今天我让这小丫头片子给我刷起来了。我长得大，我就没吃过这个亏。我看看我是怎么让她给我刷起来的，我好好跟她比划比划。来呀，比划呗，我怕你怎的呀？哎呀妈呀，我好怕怕呀！哎呀，咋不吓死你呢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，你还好怕怕呀？你可真有意思了。玩的，你说你会啥吧？你感觉我啥也不会，你会啥？这我会的多了，最基本洗衣服做饭我都行，你行啊？哎呀妈呀，你跟我比这个呀你呀？这事跟咱这事有关系吗？没关系啊。不是，你别管有没有关系，你会不会就得了。我不会，咋地吧？不会你喊啥呀你呀？ 啊我告诉你啊，我啥都会，这些都是小事儿，我还有厨师证，还有金牌月嫂证，你行啊小铁皮。不是不是，等会儿，不是你吵吵啥呀？有那证有啥用啊？这家里有一个会的不就行吗？我会。尴尬了，这是护上了是不是？眼人呢？人多欺负人少啊啊！不是不是不是，大姐。不，你现在跟我来比这个没有意义，你明白不？高哥刚才已经答应我了，你现在会啥你都不好使了。不是，我怎么就不好使呢？你别看你现在答应你了，早晚有你后悔那天，知道不？到时候找我，我也不能搭理他了，真有意思。他后啥悔呀？他有什么好爱的？他怎么他给我打后悔呀？停！不是你俩这是因为啥呀？怎么还比上才艺了呢？不是，吵吵啥呢？我搁楼下听着你们吵吵。你可下回来了呀，小高啊！气死我了，都啊！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一个卖保险的和你给我介绍那个对象打起来了。别生气啊！不是你跟人吵吵什么玩意儿？我搁楼下我就听见你跟他吵吵。哎，怎么跟你嫂子说话？不是哥，你误会了，我没跟嫂子说话，我说他呢。我让你来干啥了？你。他不就你嫂子啊？不是哥，他是卖保险的。这傻孩子整错了，他是卖保险的，那是你嫂子啊。不是哥，他是我跟你介绍的对象，他是卖保险的。对对哥，我是卖保险的。那你是卖啥的呀？怎么的，进这屋不卖点啥还进不来是不？我卖啥我没想好呢，反正我现在进来了。你这整岔劈了，整了半天你跟卖保险的谈成了，行啊，厉害了我的哥呀，臊死我了。不是大哥，我这进来跟你唠半天，你合计我跟你来谈对象的呀？你看我就说吧，啥啥不是，啥也不会的玩意儿。你可别说了，大妹子，对不起，我郑重的和您道歉。那什么，咱俩用重新认识一下子呀？还认识啥呀？我都了解明白了，啥也不会，你也同意，家有一个会的就行呗。我这证都没有。行了，看明白了，你俩过吧啊，我走。不是你别啥呀？别的呀啊！我唠半天，我口都渴了，我回家嗑点瓜子去啊。不是嗑啥瓜子啊？哎，这事整的你说。哎，那个，你搁这办保险吧。哎，大妹子。